每天金门顾问组的全体人员由首席顾问霍尔宗教率领，抵达金门安老院，向老人贺节致意。他们把包括有日用品、糖果、香烟、罐头等物品的液氮礼物分送给全院60多位老人。然后他们又到金门育幼院，赠送院童皮球、玩具、椰蛋卡以及糖果，同时招待他们吃冰淇淋，还欣赏了孩子们最喜欢看的卡通电影，使这些失去家庭温暖的战地孤儿提前共度椰蛋节。